接下来进行 3.11 节，创建 Oracle Listener。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整个创建过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一步步的实战操作。使用 NATCA 创建 listener， 创建监听，选择添加 listener， 回下一步 no 是否创建，然后添加命名方法，选择 local naming， 等于下一步啊，当你完成，最后我们来验证一下我们 listener 是不是创建成功。OK， 创建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创建好的 listener。